乌坎是中国广东一个自然村落，它由47个姓氏组成，每一个姓氏都有一面铜锣，平时每遇法事喜事，姓氏宗族就会敲响铜锣通知宗亲。但与起事铭锣在乌坎400年历史中还是第一次，也就是这次铭锣以罗河铭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，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。持久的土地抗争，六千人，六千万，六千万土地啊，通通都卖掉了。你看，你做第一波，你就投资人买，我来买啊。投资人跟人交流，人了是没过，都是过去搬摊卡过济啊，啊，卡腐败啊，我行行松松就后来就不会了。血腥暴力的警民冲突，五人都打牌，打什么？冇嘅，故意俾佢打到咁样，女仔翻嚟氹亲啊，俾佢打到重伤，老人家全部60几岁俾佢打到放喺医院。呢度一个细路仔4、5个特警打佢啊！前呢，木大炮，前呢，木起火，埋路，挂吊车。惊奇浩荡的